各位观众，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周浩，我们现在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莫扎特音乐厅的舞台上面。本来这个舞台应该交给参加第四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的选手们，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变成了线上，所以我们的舞台变成了直播间，然后舞台交给了主播，我们一起在线上欣赏这些选手他们的精彩演出。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看到钢琴项目 B 组余下的五位选手他们的精彩演奏，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第一位会看到的是目前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魏中华，来自中国。第二位将要登台的选手呢，是目前就读于香港国际学校，来自加拿大的 Jahong Lin。第三位要登台的是目前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中国选手王楚涵。第四位大家会看到的视频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赵一成的演奏，他也是一位中国选手。那么第五位也是今天最后一位大家将欣赏到的选手呢，是目前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来自中国的吴优南。那我们一起继续欣赏这五位选手他们的精彩演奏。
Thank you.
Thank you.